天精神很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制作单位又为我做了一个新高度的挑战。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开播以来做过最难的一道料理了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啦，吼，这个美味关系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境界。可是我们今天竟然要做威灵顿牛排，我甚至没有听过威灵顿，我不知道。我希望我今天做出来不要变成胃会痛牛排，很可怕哎。然后为什么要做威灵顿呢？这个料理就是有点高级，然后它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，就是它是在那种高级牛排店才会卖的。它竟然赋予我这个重任 ，Sam。怎么了？是你想的吗？我想说高级的女人就配高级的东西嘛。所以是我高级还是来宾高级？来宾高级。我到底要有哪一集不拿出我的刀？放下刀。可以不要让我每一集都变成这样吗？我也可以当一个温柔可人的小女孩啊，奇怪。可以啦，但今天的来宾比你小更多。烦。我不要再讲了，我在一直挖坑给自己跳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请到他已经破了一半的梗，要欢迎我们 AKB48 Team TP， 我有讲对吗？ Team TP 的平台。宣传什么吗？啊，你可以宣传自己啊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开头就先用你们公演会介绍的那个，大家可以帮我喊什么的。在这边很害羞哎，你要训练，你知道这里底下你要想的现在是成千上万的观众，你要看到。我刚刚一开始开录之前就有先就是跟他小聊一下，然后又由于我们的 Sam 呢，这位 SAM 先生呢，他对我们女来宾就是你知道，尤其是 AKB 的成员，他就会特别亢奋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品涵，说：“你跟 Sam 有说话吗？”然后他竟然直接说：“我不想跟他说话。”哇！他直接让你跟他交谈的机会都没有。对。哇！对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就他最乖，所以你今天真的最乖。他说今天这边就你最乖，他就是看起来有点对，所以就是要少交谈。哦，所以你今天这一集绝对不会有他的镜头，绝对不会对到眼。都不要拍啊！抱歉。我看你看这边，看那边。他就是会看袁弘，看大家，就是不看 Sam 这一集。对。好，你现在用那个，我直接略过他。好。你现在用那个公演的方式，然后跟大家想象下面有非常多的粉丝，然后帮你应援那一种。好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待会帮我喊皮卡丘，还有在这里好吗？好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在这里。品寒丘，啊，我先品寒丘，然后再在这里。两、啊，请问前额叶是怎么回事？耳屎可能还没有清出来，打一打。我刚刚没听清楚啊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品寒丘，我的小智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平涵，好可爱哦。那倪萱姐有倪萱姐的版本，我在那个我们演唱会上面已经有表演过了。如果有想看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刚上他们演唱会，不是我们演唱会。是我不小心变成我们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已经把自己人嘛，自己人啊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、啊。好，对，有兴趣的话，记得到异想天开看那一集，上面我会有我们自己的应援方式，然后。演唱会的那个完整版也已经在上面了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不想再讲第二次，我怕你知道有一个对比，这样大家会打我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步呢，威灵顿牛排呢，就是要代表着品涵它的那个煎，因为外面是酥脆的，对，然后你是坚硬的外表下，里面又是非常的嫩，等于是兼具的坚强跟。柔软的稚嫩的心哦，于一身，所以今天就是特别选这道菜，对，非常的用心吧。我如果说这是现想的，你会怎么样？有点恶心。我发现你是一个放冷箭的人呢，我喜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希望在节目上呢，可以让我们的来宾都是露出
最真实的一面。哎，好好，不是真面目，最真实的一面就是 real， 那个英文要怎么讲？就是 real， 很想要装逼一下，装不出来，就是 real 的一面。我们期待今天看到品涵 real 的一面，因为我其实有先闻到，就是品涵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，对，是摩羯座吗？我是摩羯座，你看摩羯座，啊，关我们事？真的哎，关我们什么事？ Who cares？ 好，哎，好香。蘑菇，你喜欢吃蘑菇吗？我超爱。那我们今天准备对了，而且我也很爱吃牛排。哦，好赞哦！所以你不挑食哦？我不太吃那种生鱼片之类的。那日料你就不喜欢？对，我不喜欢。身为一个日本女团，然后不吃日料，这对吗？这像话吗？那你最喜欢什么？最喜欢的食物？想知道你的喜好。最喜欢的食物，我喜欢吃甜食，甜点类的。对，少女心哎，那舒芙蕾吃吗？吃，甜、哦、甜点都吃。千层吃，昂不贵。那是什么？好啊，台湾人。对啊，你不是台湾人，你就跟我说不知道什么，不要这边装小红色的那个，年轻哦。是很像馒头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就是。红色的，对，你可以把它想成红色的包子或馒头，然后里面包豆沙馅。哦，那个就比较还好一点。好，看你还是走比较少女心的部分，对，传统甜点就不喜欢，蛋糕之类的。是哦，所以你也不挑食哦，不太挑。青椒吃吃，还有什么？那个黏黏的，那叫什么？秋葵吃，红萝卜。我很爱秋葵，红萝卜吃。山药吃，韭菜吃。你是好宝宝，那真的是没有不愧那个我耳闻到的，因为我听说你就是在团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认真，然后就是有点像在班上是老师说什么你就会做什么的那一种，算是，然后跟那个李鱼星就是轮流在当第一名，没有啦。你不要谦虚啦，我知道啦，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。好啦，因为我其实有听说你就是比较是那种比较孤僻的人，算你同意吗？我同意耶，就是蛮常自己好一点，享受孤独。哦，想哦，对，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感觉。你喜欢自己，就是孤僻啊，想那么多，比较闷骚一点。所以你是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。可以，其实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做，就是去逛街。你可以一个人吃饭，可以一个人逛街。那一个人看电影呢？看电影还没有试过。一个人看医生，看医生可以啊。啊，我做过最孤独的事情，就是我一个人住院。住院太可怜了，可怜吗？这真的很可怜嘞。不是啊，可是当你要办理住院的那一下，那不就是会有人陪你吗？家人什么的啊，谁会一个人住院啊？所以真的没人来看望你？这就是我被通知说我得住院的那个晚上，措手不及到没有人可以来陪我。不行哎，我真的觉得太边缘了。我下次可以打给我，我现在打给你，你会陪我吗？好，好温暖哦。我发现。要出击！咱俩都有住院了，快出击过来！傻眼，还不是为了要关怀我，而是为了要录，可以录一集这样。可以领保险的那个住院费，又可以领通告费。我们这里的人也算是蛮乐天的啦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？我感受到了。然后但也偏冷漠啦，没有人要关心你为什么住院。不要有下次，不要有下次。所以你在家是属于也是这样吗？还是你在家不是长这样？应该说跟你是基隆人嘛，对不对？基隆人，你看我都有调查好，身家调查，应该说是就是跟比较熟悉的人就会比较放得开。那但你跟谁比较熟悉？可能成员这样。对啊，谁？佳丽，陈思雅还好。陈思雅已经被排除在外，又澳斗了。是加栗子吗？对对对，这是我那个小助教嘛。对对对，他超会跳舞的，他很会跳，就是跟他变熟悉之后就比较放得开一点。
那往下游了。下多多呢？太多了啦。对啊，你给我管，我就想象那么多，不要干扰我这个大厨好吗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是我吃，是我吃。OK 啦，我可以的。OK， 目前 safe。 我们要把它煎到就是每一面都上色，上焦焦的颜色，但是我们中间不能熟哦。哎，你牛排都吃几分熟？七分是不是？好，这位客人有点麻烦，我现在就是要把每一面都煎上色。好，先让它着色。哇哦，哎，有哎。焦焦的，其实看起来蛮可口的。好喽，就先让它这样喽。关火喽，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把它放，先放到另外一个砧板上。好。And then 芥末酱。这个步骤可以让小帮手来，让有点参与感。对对对。没有哎，就是，所以你是13岁、14岁就加入，15岁加入团体，对，15岁才国中哎，国三刚毕业的时候，天啊！所以你的高中，你把它这样抹一抹，好，高中的整个求学生活是不是你没有享受到校园生活这件事情？对，就是几乎都是在工作。那你有去上课吗？我没有，我那时候有休学。两年，对。哎，那这样你高中是有毕业的吗？有，后来有补完。所以你一个高中可能念了5年，这样。就是那时候上医学院在念。对，大概4年吧，四年。那为什么那时候是因为忙不过来，所以要休学？对，就是有时候要练习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基隆嘛，就是每天都要通勤，就是有点忙不过来，声音有点饿。声音有点不一样。对。有点像 Sam 吃完东西去厕所的时候。哎，你听过吗？我不想听。不要把我们同居的事情一直讲出来。你很烦，你看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很难怪没有女生喜欢？哈哈哈哈。这个也不用透露吧？这是我们来宾说的哦。那我们有听说你一个非常厉害的事迹。什么？就是你居然。是台湾的代表登上红白舞台，日本的。哦，对。你怎么这么冷淡？你怎么那么冷淡？这件事情很厉害耶，很厉害啊！谢谢。因为不是整个团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是选一个代表。选一个代表，所以你是代表 Team TP。对，就是那时候可能时机也蛮刚好吧，就是发行那个第三张单曲的时候。嗯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那张单曲的3首的。耍错了。第三张单曲，然后呢，有人会在听哦，我在听。的3首这样，所以可能就是种种原因。哦、你那时候是第一位。对，他们可能也就是会参考各种。就是平常态度啊，或是所以谁态度很差？跳舞什么？叼烟。态度很差。陈思雅之类的，有我有看上一集说不知道回答谁的时候，就讲陈思雅就对了。好，被学起来了。噔噔，去吧！哦，修，他要滑出来了。溜不溜 ？OK， 它现在就是200度的温度，我们将烘烤40分钟哟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可能会被快转。啊，没有开吗？哦，我没开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上火调了230，下火调了170。原本想设定200，可是它很任性，它不给我调200度。你看我调200度，它就会关掉。
这是一台任性的烤箱。那时间设定四十分钟，我们现在就是等待的时间，来收拾一下桌面。啊、哦，我刚刚到底是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哎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就是你被选择一定要待在那个房间，你不进去任何房间，你就会死。那但一个是全部是蟑螂在那边爬的房间，然后一个是蝴蝶，你走进去视线就会全部都是蝴蝶的那种，你要选。它翅膀会碰到你，对对，它会扫到你。蝴蝶，但是蟑螂是它会一直这样爬，可能会爬你的脚，爬你全身。那应该还是选蝴蝶。蟑螂真的不行。但是蝴蝶会这样子，然后扫你，然后粘在你的。可是蟑螂也会啊。哦、所以你愿意选，而且蟑螂还会飞。对啊，蟑螂会飞。你会选蝴蝶？我会选蝴蝶。那有什么比会飞的蟑螂更可怕？你吧。千辛万苦，我跟你说，灾难片终究会有一个好结局的。我们的主角一定可以活到最后，而且是完美呈现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掌声鼓励。它乍看之下很美，很漂亮啊。但重点是里面，因为牛排是灵魂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，切开它。没错，好紧张啊！我也很紧张哎。哇！破掉了，没关系，看不到，底部看不到，表面功夫做好就好。哎、欸，是这样讲的吗？好有道理，是不是？你要收这个音哦，这个音真的是疗愈。这个脆脆的酥皮声，哎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哎呦，各位观众，看看这个，哦、要看流出来的汤汁吗？太美妙了，我觉得很成功哎！好，那我们准备来试吃哦。上菜喽！耶！我迫不及待了，好期待哦！是不是比我想象中的厉害耶？我们原本觉得这是一场灾难，但殊不知好像意外很成功了。就说吧，他存活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我们要配着那个蘑菇。一起吃，对对对，还有这个酥皮，好，我们就一时下来。它曾经灿烂过，我好像吃到酥皮耶，这是肉，粉粉的，肉很好吃，这块肉挑的好啊。烤箱真的很好用，是不是？是我功夫好，哎、欸，很好吃。发现我们蛮会指导的，是不是？可以稍微归功于我吗？秘密，就让我发个光吗？归功于你，归功。让我发个光嘛。哎、欸，大厨也是很重要的。平安除了肉好吃以外，没有下任何的评语。那我是在吃酥皮，如何？还不错啊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到底本来想的有多差？因为刚刚看起来很可怕。对，你看，不吃不带没有伤害，还不错啊。所以听完你们这些就是讲的，完全不知道这道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威灵顿的味道，高级的味道，18世纪的高级感。高级，可以想象吗？就是被什么去了？马可波罗。剛剛你要讲什么？威灵顿公爵上的菜。对对对对，拿破仑的味道，可以吗？他被打败了，是威灵顿公爵的味道。好，威灵顿公爵的味道。越讲越糟哎。Anyway， 它就是一道非常成功的威灵顿牛排，掌声鼓励。很开心，你有喜欢吗？喜欢。说实在，摸着心里的良心，真的喜欢。发自内心的，好，我相信，好棒哦，超开心的，因为我原本想说，应该算了，第一次失败就失败吧，因为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做，结果很棒，好啦，今天真的超开心，可以请到品涵来到这里，然后借由这一集呢，希望大家有就是看到品涵不同的面相，至少我知道他非常怕蟑螂嘛，还有Sam， 还有蝴蝶。
一定要补一句，一定要补呛一句。然后，因为品涵也是一个非常认真，然后她是属于默默耕耘努力的一个女孩。那大家呢，要多多给她支持跟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今天非常谢谢品涵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觉得这种闷骚程度啊，跟林育馨比起来，谁比较严重？嗯，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共通性哎、啊。真的吗？就是他们会有点。哎、欸，上次说到林育馨是什么星座啊？摩羯。啊，跟你一样是摩羯。他们说还说他们有点像啊，就是闷骚、哦，但是他们又可以放冷箭的那一种。他们品涵带点恶毒。是吗？没有吧？对你而已。对啊。为什么？而且还没有恶毒，他只是陈述事实。嗯。真的吗？我有这么糟吗？我比较 real 一点。他 real 一点。来这边不就刷 real 吗？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理想型，幽默，类似像动漫人物之类的。一个 reference， 白龙。白龙。你说那个声音上，声音上女的白龙。对啊，觉得他很帅。他超帅的。所以诸葛亮也 OK 吗？就是他那个发型。你的话不行，欸、其他人我说诸葛亮是我。哎、欸，你有交过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又在问这个问题。我都就很想问了，母胎单身。母胎单身。好啦，官方说法。好啦，我没有。他们说他们单，就是他们从来没交过男朋友这件事，我会相信，因为他们从13岁，就是才刚刚开始青春懵懂谈恋爱的时候，就已经踏入职场。他们等于、嗯、你们等于很早出社会、欸。对啊，15岁。所以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几乎都在忙。你13岁的时候有谈恋爱吗？当然有啊，谁不谈恋爱啊？13岁是国几啊？国一、国二啊。国一谈的哪叫恋爱、啊？哎、欸，写交换日记很浪漫吧？我发现我们在这个系列的结尾啊，都有点在开箱 AKB 成员的一些私人生活，然后还有什么情感方向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因为你们在外面不能聊，不太会聊到情感，也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自己过来一个人上通告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是你一个人第一次吗？上通告这件事？通告的话应该是第一次。第一次献给我哦，但我觉得你表现得很棒，谢谢，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，谢谢。那希望下次还可以做饭给你吃，好，好不好？我期待。然后希望下次是男生做饭给你吃，好，带便当给你的那种，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可以，很偶像哎，可以可以。这是什么鄙视的语气？没有，不会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喽，拜拜。